看到没？就问你溜不溜吧？啥？这个衣服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很奇怪，和你这人一样奇怪。我害过你和蛇夫座的人，还是黄道国的敌人，你竟然帮我说话。这个世界上。 本来就很多东西都是奇奇怪怪的，我也是奇奇怪怪来到这儿的，还一脸蒙圈，当了个什么蛇夫座新主，还喜欢上那呆子。虽然这么多奇怪的事儿，但敌人毕竟不是永远的敌人啊，不是吗？毕竟不是永远的敌人。 我跟你说，唐唐他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不要总想着以前啊，这么多人在一块儿，多个人就多双筷子，多两个人我们就多一次数，多两副筷子啊，可以呀、啊，算数。反正婚服我帮你包了。 你这个姐妹，我也交定了，在这待着，别出去。小明，小明，哎呀，谁奇怪了？一天到晚的。